这条大街呀，就是柏林最著名的大街了。前面就是勃朗兴堡门，这个就是那个希特勒也曾经参拜过的这个地方。然后现在我进去看一下。听到吧？这个我到了。这个建筑啊，就是上面是一个圆儿，看着了吗？中间就是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。我曾经问过我们的导游，我说这个建筑很怪呀，你看上面是漏的，那你说下雨的话，这个地方也没有排水啊，我在这个地方没看到有排水，那这个水是怎么没的呢？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角落，都是严丝合缝的呀。我说那这样的话，这不成游泳池了吗？他说在这个石像的底下呀是可以漏水的，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个缝隙在哪。我估计它这个缝可能很细。我在这儿照张相。